妆类，对，美妆类在包装上面，甚至它在这个原料上面呢，都很爱地球。因为我觉得其实美妆也是我们生活用品的一部分，大家每天都会用嘛，所以现在大家觉得永续经营这件事情呢，其实在每个产业都有在做。那美妆呢，我先讲第一个，这一个这是冰面很喜欢的一个，对，哇，林芝这品牌的一个 logo 就是一棵大树。对，他们的精神就是很多原物料来自于植物，就是美妆品里面原物料来自于植物。那他们既然要萃取这些树的资源呢，他们就要回馈，所以他们每年都有所谓的种树计划。对，他们现在全世界种了200多万棵树。是哦。那种树还有一个很大的意义是什么？就是可以减少二氧化碳。对，所以他们也因为200多万棵树也减少了200多万公斤的二氧化碳，对地球呢也尽了一份心力。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包装，这都是呢再生塑料，也就是 Kevin 老师说它可以分解、可降解、不会对地球造成污染。那再来呢，有一个品牌呢是可能大家对它有一点熟悉，这是一个台湾的品牌洗发精的吗？对，他们老板呢常被大家开玩笑讲一句话，就说他老板姓欧，他就说欧董，你不是在拿奖的路上，就是在演讲的路上。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品牌啊，他从品牌创立到现在，他已经拿过国内外无数个奖。从品牌本身、品牌的产品到他们的建筑物都拿奖，都是他们绿建筑，都是绿建筑。那个建筑物是台湾目前所谓的绿建筑的楷模。他们用太阳能板发电，还有风力发电。然后他们员工上厕所的时候，不是要洗手的水龙头吗？要自己踩。才会水才会出来，非常非常的对，非常非常的环保。然后所有它的商品呢，都是用他们自己再生的电源去做的。对，所以他非常强调这件事情。那他的一样，他的产品也是再生塑料。还有一个最特别的，他们呢生产的全世界第一瓶瓶中树。瓶中树在瓶子里面，就是呢，他们每一个产品里面呢、都会蕴含这个产品的植物的种子，所以当它降解之后，那个种子就到土壤里面，它就会长出树了。所以它叫瓶中树。所以现在这罐里面就有种子，对不对？这一罐呢，那我特别拿这一罐的原因呢，是因为他们呢，跟了台湾一个实体卖场，他们联名做了这一系列的产品。那另外呢，讲到海洋的话，我想要讲一下，有一只海龟是这个呢，是用再生塑料，就是回收的瓶器，还有一些呢海洋的废弃物做成的杯垫。杯垫，这个是杯垫，这个是收纳袋。然后你们可以看看这个材质，其实还蛮可爱的。对，然后就是可以当成你生活中可以再用的一部分。这个是一个法国的品牌，他们为了庆祝他们40周年，他们其实每年都来做一些环保的活动。那刚好这几年他们做的叫做保育海龟。所以呢，他们就把他们回收的瓶器，然后再加上一些海洋回收的废弃物，跟台湾的一个团体叫不垃圾厂，这是一个做公益的团体，他们都会去回收所有的废弃物，然后回来再利用，然后就做成了杯垫跟收纳袋，大家就可以再利用。有点牛皮纸的，对啊，对，好酷哦。那另外讲到产品本身呢，我有用这瓶，对，这个是一个防晒产品，它是用了海洋友善配方。你知道防晒，大家可能涂一涂会去海里，对啊，会去水里，珊瑚礁一定要的。然后就可能造成海水污染，因为很多化学防晒是没有办法分解，珊瑚会先死掉。对，珊瑚会死掉。你看好多地方都禁擦防晒油下，绿岛好多，绿岛蓝屿，蓝屿也是小琉球。对，因为他们怕会污染海源，难怪。而且小琉球有一只那个杰尼龟啊，他们就是因为它，所以你不能擦防晒，因为污染到水源，对，很多会让他们生存不下去。所以它里面用的全部都是海洋友善配方。然后但是我觉得它还做了一个很棒的地方是呢，它其实做到了像滤镜的功能，就是直接帮你做修饰。所以这个产品呢，等于兼具了环保也兼具了实用，所以大家是还蛮喜欢的。而且它竟然推出了7-8个颜色，就让女生也可以，因为女生就很 fancy 啊。那最后我想要再讲一个，它是洗衣精，洗衣精这是台湾的品牌。它好的地方是呢，它叫贝壳盖洗衣精。什么叫贝壳盖？就蛤蟆，蛤蟆，蛤蟆，磨成粉吗？磨成粉，因为呢，这些贝壳的壳，当它经过高温煅烧之后，它的那个粉
其实有非常棒的洁净效果。对，所以他就去跟花莲的利川渔场合作，把那些呢大家丢弃不要的贝壳全部回收，高温煅烧之后，然后做成洗衣精。好像我使用贝壳粉，就是蛤蟆壳的粉、做的清洁剂，洗碗的、洗蔬菜的，是20年前有一个嫁到日本的一个闺蜜，她送我的，我就觉得很好用，我已经用20年了。就是日本也有，但是日本人其实30年这个技术就已经有了，很成熟了，对不对？那台湾呢是他第一个用吧，他觉得其实也是为环保尽一份心力，所以你看他其实呢所有的包装也都是很简单，对啊，就这样简简单单的这样子。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一直在这个永续经营这条路上走，其实走的有点辛苦啦，因为这个观念还一直需要被推广，所以我觉得也我们要好好推广一下，对，小新，你在看什么？我在看今年最新的穿搭趋势啊！哇，这什么 app 啊？这么多影片可以看？你居然不知道？因为我最大的 app 推出最新功能，帮你们精选最实用的短影片，不管是时尚趋势、娱乐生活，甚至连星座分析影片都可以在里面看到哦！哇，那我赶快下载。来，这个。好，这个吗？对，女人我最大。OK OK OK， 所以哦。